宝贝儿，哎，这阳光怎么每天晚上都回来那么晚呀？他加班儿，公司事儿太多。那单位领导不知道他有孩子？你这话说的，你知道有孩子也得工作吧？哎呀，我是想啊，还真得小心点儿。这男人一天到晚在外边，别出点什么事儿。不能，马阳光，你还信不过吗？我谁都信不过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儿。哎呀，谁都不能伤了我的小爱爱。放心吧，那等他回来了，我跟他聊聊。那也不用此地无银，只是你自己小心点就行。知道了。行，快点啊！好，饿了。妈，就算这鞋好看，你也不能在屋里不脱吧？哎呦我的天！这。阳光，今天下了班，东京丸野店。不是，这都连着三天了，江总啊。我也是啊，那么大年纪我也顶不住了。不过你们年轻人应该多去去啊，我就不去了。不是江总，您要不去我也不去了。别，你可别扫大家的兴。再说齐楠可是我们集团老板的亲闺女，你可不能不给她面子。晚上七点啊，别忘了，我可通知到了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现在要为我们的杨总监献歌一曲。好，慢慢听，他唱的挺好听的。站好了，别晃。阳光，你是设计师啊，你还是公关小姐啊？连续一周了吧？天天后半夜回来，哦，天天喝大，干嘛呢？依依都快不认识你了，知道吗？
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没法过。过，太过分了。都跟我一个人喝。老婆，你别生气。生气，杨匡，杨光，你电话。终于肯单独见我了。不是，咱俩的问题还是咱俩之间解决好不好？这天天夜店，我眼袋都快掉地下了。你花钱不说，这些同事也赔不起啊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回来上班。当初说好了一起共同进退，给我桌上拍了这个就走。你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我现在已经签了新公司，再回去上班已经不可能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签的是和嘉禾的合同，来南家也没差，我随时可以向江总借条。那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希望你能跟大刘好好的谈恋爱。大刘人其实挺好的，虽然嘴贱了一点，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。你们俩好好相处，行吗？交换条件？他真的挺喜欢你的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成交。孙运动呢？哦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公司的事情忙也忙不完，这是孩子的成长，我不想错过。笑笑呢？哦，妈刚把笑笑抱下去晒太阳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公，把笑笑毯子拿下去晒一晒吧，今天天气好。嗯，好。还有别的要晒吗？没了。嗯。这里是我所有的证书。请你们过目。特级护理。哎呀，这二级厨子
厉害呀。是啊，一六级英语。水电焊专业，这个你也通啊？活到老，学到老，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最近我在学习法语。Bonjour, je suis bien garçon。如果你们肯将孩子交给我的话，我保证六个月让他学会说话，九个月开始学习英语语境，你们懂吧？等，英语学习语境最重要，所以我要你们全面说英语，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。你好，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等我一分钟。好了，好了是吗，姐姐？你们知道吗？细菌的繁殖速度非常快，比如大肠杆菌，每隔20分钟就分裂一次，也就是一个变成两个，几个小时后。也变成几百亿个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清洁。如果我到你们家，我每天要2个小时清洁一下地面，尤其是孩子，特别害怕细菌。是，你们要吗？我们不要。在你们做些之后，已经有几亿个细菌围绕着你们。那么多，我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姓赵。说实话，我饭做的一般，家常菜都可以的，但饭店那些花样不行的。哦，家务活我都能做，带孩子嘛，我有一些做手工的小兴趣，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呀，不是用水彩燃料画的画，而是用黑豆、红豆、大米等谷物做成的一幅小画。喜欢吗？这能吃吗？肯定不能吃。要不我们考虑考虑？好，好吧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这个还给你。哦，那个送给你们吧。再见，感谢，谢谢，再见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哎呀，我觉得这姓赵的还正常点。要不选那个？不行，太吓人。那个。在哪儿呢？在家呢。我后悔了。听见了吗？我说我后悔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呀？走开，我想你了。你能出来吗？不行，在家我需要睡觉呢。你真的这么绝情啊？那个，你找个代驾，把地址发过来。你知道吗？你欠我十年。欠我十年。
先挂了电话，我发个东西给你看。王宇打的，他喝多了。我洗澡去了。我回来了。哎，狗蜜啊，你这么大早就出去啊，干嘛去啊？啊，啊，我去考察考察。考察什么呀？就我从贝壳找房上看了看安陆街的房子，好多店铺生意特别好。我这不心想，每天在家闲着也不是个事儿嘛，我想开个店。开店？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呀。我是一直不赞同女人在家做什么全职太太的，那有能力的话干嘛不出去工作呢？是不是？嗯，那你想开一个什么样的店，跟我说说。我之前不是做过空姐吗？出国机会多，我又积累了一些小的人脉，我想开一个高端化妆品店，或者我会做蛋糕，开一个蛋糕店也行，但具体我还没想好。妈，您觉得呢？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如果你想做的话就去做吧。啊，所以我这不就去看看安陆街的租金吗？我算了一下，我手头的钱租个几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，然后我就可以把……我觉得那个钱啊你就自己留着吧。你没听那个邹凯说过吗？我们家在安陆街啊有好几个门面都是空着的，你要开店的话那就拿去用吧。真的啊，妈？嗯，那你就算是最大的股东。谢谢妈。哎呦，您真的太好了。行了，你看全身都是汗，赶紧去洗洗吧。啊，行，谢谢妈。我去洗澡了。嗯。糖果店、冷饮店、花店、花店、咖啡店、咖啡店、咖啡店、开店流程、开店流程、开店流程，然后确定经营的产品类型，根据自己经济实力选择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没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妈啊。一会儿有什么不明白，你就直接问我妈就行了。哎，您放心吧。妈呢？我上班了。快去吧。好。你好，那个柜子里有鞋。你放了啊，一会儿我来脱。来，我来脱吧，您歇着。你先喝口水，给你浇的。不用不用。我来脱。
妈妈，我都忙好了，坐下一起吃饭啊。不用不用，对了，这饭菜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，如果不符合胃口我再改进。行，我们一会儿试试。那个你一块吃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家里还有事儿哈。啊，行，那你就走吧，明天早上见。好，再见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您送了啊。好，再见。慢走啊。那这怎么样啊？我觉得还不错，特能干，从进门开始就没闲着，像陀螺一样转着没停。哎呀，好了，钱都在那白花。等过段时间他跟易再熟一点，你就彻底轻松了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个菜可能够呛，他那个程序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先放什么他偏后放什么。妈，我觉得你不能按照你那程序走，你看颜色都很不错的，你先尝尝，对吧？当然咱希望好，对吧？对，这人确实还是非常非常能干的。太好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这是放了二斤盐吗？咸了，太咸了。老公，咱俩当时是怎么想的选了他呢？他有那么夸张吗？我记得当时他是说自己做饭不行，挺实在的，比其他那个强。哎呦，我听着了，绝对不夸张，太咸了。那吐桌子上了，我不瞎说吧？绝对不瞎说。我再尝尝这个，也许这个还行呢。不行，一个咸死，一个淡死，没味儿。哎呀，一点味儿没有，这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匀匀就合适。哎，没事儿，他呀就想展示一下。嗯，没事儿，明天我教他，我一教就行。没关系，实在不行啊，我妈呀。那个老公，来，你吃这个蛋。我妈其实她做饭也一般，是吧？对，既然都一般，就凑合吃吧。啊，对，咸。对的，关于设计，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。嗯，我已经出发了，我们商铺见。汪雨姐。王雨姐，你有时间和我聊一聊吗？嗯。我婆婆看我成天在家无聊，闲来无事就让我和朋友投投资开个小商铺，这不正好吗？邹家有一个商铺空着，我想了想吧，我觉得这个甜品店不错，姐姐你觉得呢？你是故意的吧，姐姐？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一旦有了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，就得拼尽全力。而我的女儿笑笑，现在就是我最想守护的东西。所以我必须要有自己赚钱的本事。所以只要我还是邹家儿媳妇一天，
邹家的资源就是我的资源，让我把这些资源拱手让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办不到。你这个小伎俩邹凯知道吗？无所谓啊，从邹凯认识我的那一天起，他就认定我高密是另有所图，这再糟糕能糟糕到哪儿去呢，是吧？嗯，姐姐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在邹凯的心中那可是完美的女神，没有一点点的瑕疵，所以女神怎么可能跟我抢商铺呢，对吧？有损你的形象。算你狠。彼此彼此，我不过闲来无事聊以慰藉吧。只可惜你低估了我们俩的感情，也低估了我在邹凯心目中的位置。下班了，王医生。哎，今天你方便吗？来了。你早来了。啊，想喝点什么吗？鲜榨橙汁。一杯橙汁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有事儿？我觉得你和戴维的事情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？考虑什么？我今天看见戴维了，他带着上次那个婚礼的那个女的和孩子在医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必要知道。哎，服务员，哎，帮我换杯拿铁吧，谢谢。啊，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就这事啊？哦，还有，上次周岁宴有点太不礼貌了，你能不能替我向高密道个歉？只跟高密道歉？跟戴维吗？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你那天到底为什么跟戴维打架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说。但是我觉得那个人不靠谱。戴维靠不靠谱，我比你清楚。我们俩都认识十多年了，我就特别奇怪你们俩那天到底为什么打架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。你说你这个人老实巴交的，也不像跟人动手的样子，他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多大的事儿啊，你们俩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为什么呀？说啊，说话啊。你好，您的咖啡请慢用。哎，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时间不短了吧？好像挺长时间了。你觉得咱俩算什么呀？朋友？
好朋友。还好朋友呢，啊。那你觉得我人怎么样啊？很好啊。我觉得你人也很好，但是可能咱俩以后也就只适合做朋友，你觉得呢？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今天约我来特意提醒我。不过戴维这事儿我知道，我让他去的，孩子病了嘛，作为父亲他必须得去啊。还有事儿吗？没有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老婆，走，吃饭了，吃饭。我不想吃。怎么了？累了？今天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哎呀，我最近堵得慌。堵得慌？嗯。那就是累了，堵得慌也得吃饭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想吃。妈挺辛苦，给咱做了一桌子菜。我的小爱爱，你俩干嘛呢？吃饭来了，妈，走。哟，今天怎么了？这是？嗯，我指导的结果。不错，不错。好吃啊！比以前好吃多了。我尝尝。嗯，还不错。嗯。哎，而且这带孩子带的也可以。是吗？嗯。他跟依依做那个游戏啊，原来好多我都没见过呢，特新奇，依依也特喜欢。奇了怪了，进步怎么那么大呀？嗯，真好。这么好吃啊！好吃好吃。多吃点。嗯。我来了，亲爱的。Look at your hair. Beautiful rose for a beautiful woman. 医院买的吧？那应该去看望病人。No, 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。我今天我的孩子他发高烧了，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说了，来不及。我们就去医院了，那你不要跟我生气了好吗？我跟蕾蕾呢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一点都没误会，而且十分支持你今天的行为。你是个父亲，理应去尽你的责任。王大川跟你说了是吧？谁说的重要吗？亲爱的，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医院 OK？是我决定让他们去那个医院，他们去王大全的医院，因为我不怕，我不怕被他看到 OK？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那我以后跟他们不联系了 OK？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我说清楚。没这个必要，戴维，那本来就是你的孩子，他病了你就去多陪陪他。我好得很，以后没事别来了。这就好了。对，开始。哎，老公，你觉不觉得这两天赵姐的功力有点突飞猛进？你
才发现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还特意问了一下他，他跟我说啊，他每新去一家，都有一套这个抓糖果理论。知道何为抓糖果理论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就是你这个卖糖的时候啊，人称一斤啊，一把抓上去啊，九两，然后再一颗颗往上加，和这一把抓上去一斤二两，一颗颗往下减，这买主的心态是不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赵姐呢，先到咱们家，然后让自己做得普普通通。如果这样雇主都能接受的话，那他就做得再好一点，雇主呢就会心花怒放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老婆，你说他这算智慧啊，还是算心机啊？我觉得是智慧加心机。嗯，不能往深了想。嗯，但总的来说呢，咱算找对了。是吧？这也算我的功劳吧？啊，你这辈子最大的功劳就是娶了我。哼，快快点，这个点。聊手机呢。姐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我好不容易争取来这个机会，我千万不能搞砸了。我知道。哎，化妆品怎么样？我想过啊，可是你也知道，现在做化妆品代购的人太多了，这没什么前景啊。不行，是。餐饮呢？民以食为天，而且你想，中国人对吃那么有研究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靠谱啊。是吧？嗯。哎呦，不行啊，这我对这个餐饮吧，我一窍不通。没关系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做这个餐饮连锁推广的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真的啊？嗯，你方便的话，你帮我联系联系呗。哟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？没问题，有消息我告诉你。好，谢谢姐。咖啡不苦啊。你们俩这么急着把我找来，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告诉你，坚决不能和那个大卫复婚。对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怎么想的呀？说点别的吧，啊，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，知道吗？你是不是故意在王大夫面前那么说的？点点喝的啊，别转移话题。这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吧，最好的状态就是互补，一热一冷，这温度刚刚好。可是你跟王大夫都属于冰山高冷型。就算有小火苗也很难点燃。我和他真没什么火苗。那你也不能再往大卫那火坑里跳啊。就是，虽然大卫他热情似火，和你刚刚好互补，但是听到没，姐说的对，这就是个火坑，你千万不能跳。我没那么傻。哎，我觉得大卫啊，出轨非常及时，因为及时的让你认清了他的真面目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还是觉得你跟王大夫是最合适的，是吧？是。要不这样，我呢做一下你们俩的助燃剂。你想干嘛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赶紧放松放下，我们再帮你助长你们的小火苗。哪有火苗啊，刘爱。喂，哎，王医生，你赶紧放下。现在忙吗？啊，那我跟你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，就是我小姨啊，她根本就没想和大卫复婚，对，她就是为了气。我觉得作为男人吧，有什么想法就应该说出来，别拖拖拉拉的，抓紧时间，抓住机会，好吗？嗯，好，再见。跟我这演的吧，演的挺像啊你。喂喂，王医生没挂的吧？喂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小姨说你演呢，你演了吗？快，行，那我挂了。哎，好嘞。你根本就没打通你。说什么？他说，喂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笑吗？笑，他听起来很高兴啊。高兴吗？他？你讨厌？我不了解他呀。你对他最熟悉啊。你最讨厌了你。王医生他说你最讨厌。小凯，汪小姐来看你了。张姐，把这个蛋糕先放到冰箱冷藏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行，你们聊啊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啦？不欢迎我啊？上次是我乱发脾气，是我不对，我特意买了蛋糕过来赔罪来了。坐吧。笑笑，乖乖。笑笑。哎呀，笑笑。哎，姐姐来了呀。你也在啊？坐啊，姐姐。坐吧，姐姐，别客气啊。来来来，老公抱抱女儿。笑笑，让爸爸抱啊。笑笑，哎，姐姐，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上一次笑笑生日宴我没能来，这次过来看看他。您太客气了，您跟邹凯是好朋友，您这次能来，我们一家人都很开心的，真的。嗯。妈妈在，妈妈在。哎，邹凯，你有这么大度的妻子，真是有福气呢。